很久很久以前，或很久很久以后，在我们村落的北方，在北方有一茁鱼耕种的我们，一年四季干旱无雨，干旱无雨，永远得不到温饱，只能勉强度日。常有村民因饥而死，动怒。一颗巨木从高山上倒了下来，倒在我们村落的正中央。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把古老的仪式教给你们，使你们免于挨饿，使生活无虞。你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来学习工作，千万不能更改任何一个部分。我们往北方走，路边躺着摊落的土石，还有焦黑的树木，时常会有猛兽经过。他是我们村里最英勇的猎人，他可以空手抓麻雀，用木棒打死山猪。突然，我们遇见一头凶猛的熊，他朝我冲来，他用猎豹般的速度将我抱起，带到最安全的地方。他随手拾起一根木棒，与熊正面对打。有什么事吗？他们的身高并不算太矮。您好，我们是从南方的村落来的，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南方？什么样的帮助？他在回答的时候并没有中断歌舞的进行。他说些什么？说什么都好啊，什么都好。不，我很感谢你愿意帮助我们，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一